华藏世界品，风冷长行第八句看起，次上风冷，明一切宝光明，能持其上一切摩尼王树华。这个一大段啊，十句经文都是说以一切的运动活动而有建树啊，或者是而有建立啊，都取这个意思啊，也是说明这个物质世界，这里头也包括精神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都是从活动啊，活动呢就是风的意思啊，风代表动。那么这一句啊，讲这个风明，这个活动啊，叫一切宝光明啊，这个运动我们看它的内容，看它的成就啊，意思就明显了。它的活动成就呢，是成就一切摩尼王树华。摩尼是如意的意思啊，树就是建立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意称心如意的建立，那这个事情就太多太多了啊，设置不尽啊，啊，花就是庄严的意思啊，种种建树的庄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现在许许多多国家地区不但是在这个时代，从历史上千百年来啊，古人的建树现在变成了历史的艺术啊，再加上这个世代啊，人不断的在建树，成为历史文化了。那么这一句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像我们这个世界啊，历史文化的建树。那么这个花要用现代的话说了，显示出啊人类的智慧啊，表现在高度的艺术啊，这个书画就是这些建设的艺术啊。那在我们佛教里面啊，像这个敦煌石窟啊，云冈石窟，佛教建设的艺术啊。当年啊，这个建造艺术的人确实是随自己的想象啊，那个想象不是妄想
我们一般人造不出来啊。啊，古人这些成就，用现代的艺术家啊去观摩的时候，都叹为观止啊。近代有许多成名的艺术家都在这里头学习临摹，啊，所以很明显看出摩尼王树花那里面的含义，每一个字里头都含无量意啊！啊，我们从这个里面细心呢去体会啊，那么这种活动啊，就称之为一切宝光明啊。这一切宝光明，用现在的话说，高度的智慧啊，高度的艺术啊，智慧艺术是宝啊，啊，艺术无价了啊。昨天上午我们在大会堂参观的书展啊，看到这个好像是中华书局啊，展出这个敦煌的画册啊，它还没有出齐，只出了一半啊，它的全书28册啊，现在只出到14册啊。我们在这个这个展览当中啊，翻了一翻啊，这一套东西你细细去欣赏，等于到了敦煌去参观了啊，甚至于你到敦煌去参观还看不到这样的仔细啊，你带照相去去照也照不到他的这些画面，这专家了啊。所以这一套书啊相当有价值啊，我也买了一套啊。那么这次这个书展里内容相当丰富啊，有很多古籍啊，这个现代也不少专家学者详细的注解啊，再加以翻成白话文啊，对于现代年轻人学习古籍啊，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啊。那么都是属于这一类，像书展也是一切宝光明啊，所以他每一句啊里面的含义非常的广泛。我们再看下面第九句，次上奉人名素吉普持，素吉是快速啊，普是平等普遍啊，持是什么呢？下面说能持其上一切香摩尼须弥云啊，
其上是讲前面八句所说的啊，他每一句只要有其上呢，都是指前面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今天讲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个活动啊，它跟其他的这些活动啊，一定有密切的关联啊，彼此互相有影响啊，互相啊融摄，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个人的生活活动啊，最明显的呢，我们会影响一家人啊，一家人的生活活动也会影响我啊。那么再扩大，这整个社会，我们个人会影响社会，社会也影响个人，再推广国家，再推广世界，那么再要推广呢，那就是一亿无量无边的大世界了。啊，越近这个影响越明显，正如同我们向池塘里面投一块石头，激起波浪啊，投下去的时候，这个波浪啊，很明显呢，哎，它有高度，你看到了啊，但是这个波浪慢慢慢慢的到达这个池的这个边界的时候啊，那个波浪好像没有了，不是没有了，很微弱。啊，我们不细心去看呢，似乎是没有了。实际上它有，一定达到岸边。啊，这就像我们的这个自己啊生活的活动啊，像一块石头投下去啊，最明显的影响我这一家啊，这非常明显啊。那么再仔细观察呢，影响社会啊，这个也相当明显啊。所以影响国家了就不太明显了，影响世界那更不明显了啊。影不影响的肯定影响啊，没有不影响的啊。那跟你说真话，我们的起心动念是运动啊，是风轮呐，啊，佛菩萨到这个九法界来应化，啊，也是风轮呐，啊，他那个风轮是怎么起来的呢？他说是愿力，啊，他这个活动啊，他到九法界应化，啊，应以什么身现什么身，应说什么法说什么，那都是他的活动啊。诸佛如来的活动，化身菩萨的活动啊，他们活动的这个思想波是平静的，是柔和的啊。他们这个波啊，用我们现在这个浅显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波是柔和的。九法界的凡夫的波跟这个相反，是虚伪、染污啊，不平、愚痴、自私自利啊，这个波是很凶、很恶的啊。那么佛菩萨这个波跟众生的波一接触，众生的波啊，那个波涛啊，马上就降低了。
啊，好像一股清流，跟浊流啊，它两个是遇到了，汇合了。啊，浊流减轻了，哎，清流好像也染到一点浊了，这个是物理的现象。啊，在心理上，佛菩萨的是佛菩萨的心不染，但是众生世间的时候，那个思想被冲淡了，这是真的。啊，佛菩萨并没有受感染。这个时候物理没有办法跟这个心理比得那么样恰当，所以只能比个方符，是决定不恰当的。这时候诸佛如来帮助九法界苦难众生啊，所以佛菩萨这愿力我们讲尘缘再来啊，他那个风动是愿力啊，而九法界凡夫呢是业力，我们讲妄想风动啊，这是九界凡夫啊。啊，九法界越往下面啊，那个妄想就越严重啊，越往上面呢，妄想越淡。这个九法界深沉，不相同的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这个第九句啊，这个风轮叫速疾不止，啊，快速，那真的是快速。啊，能持其上啊。一切相摩尼须弥云，佛经里面所讲的相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它真正的意趣熏习。古人是熏香啊，啊，熏习啊，摩尼是如意啊，须弥在此地表高广啊，云也是表法。相有体无啊，讲上面呢所说的一切总不外熏习谚语常说习惯成自然呐，少成若天性呐。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本性是纯净纯善，我们的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从哪里来的呢？熏习来的。啊，这个我们讲的是被不善的缘熏习的。啊，这个不善的缘不是今天一天的，生生世世啊，无量劫来。我们生活在六道里头，被六道众生的染缘熏习啊，本来没有见思烦恼啊，没有
贪嗔痴慢，现在有了。本来没有尘沙烦恼，现在有了。本来没有无明烦恼，现在也有了。现在这个熏习的时间太长了，想断断不掉啊。这个断烦恼啊，就是讲的放下了。我真想放下，但是没有法子放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实实在在讲，事实真相啊，我们了解的不够，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放下这个决心呢，始终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心。如果对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你这个决心呢，立刻就下去了。决心一下，斩钢截铁了，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这个是我当年学佛，真的头一次见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我从方东梅先生那里知道佛法殊胜，佛法好。有没有办法让我很快的就进入这个境界？他老人家跟我讲六个字，他说有啊，看得破，放得下。他讲的话是真话，确确实实，一切诸佛如来，从法心、初法心到成无上道，修的什么？就是修的真理呀！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看破，两个方法交互的用，关键呢，你看破一分，赶快就放下一分，你这一分放下了，你又看破一分，在又看破的时候，把那一分赶快再放下，这就功夫啊，这秘诀啊。那个时候我向大师请教啊，头一天见面的，头一次啊，我说从哪里下手呢？他教我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以后这个深入经藏啊，我对张家大师感激啊，感恩呐，那个秘诀，这是佛法修学的秘诀，头一天给我。真的叫直截了当，决定没有拐弯抹角。我向他请教的时候，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交给我了。在这个台中，学经教，学讲经，这是难事啊。不容易啊！学经教，它的条件广学多闻啊。你想谈何容易啊？李老师讲了，这个事处世间学问都要通啊。世间
佛法学问我们不谈，谈世间的，世间的这个近代广泛的外国的怎么不谈，谈中国乾隆皇帝编的一套丛书《四库全书》，这个是世间学问里头的一分呢。你有没有能力通达？啊，这一部分能力通达了，还得要通达三藏十二分教，你才能讲经说法。要以这个标准呢，我们实实在在讲是不够条件的。啊，那怎么办？现在这个时间讲经说法的人没有了，逼着我们这些条件不具足的人也都要上台了。上台，这怕讲错啊！啊，错下一个字转语，要堕五百世也护身呐、啊！自己要背因果责任、啊。我们会不会误导众生？啊，这是怎么办？李老师传我一个秘诀：至诚。感动啊，真诚，真诚到极处叫至诚啊。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们互相勉励、啊、真诚心里头一定具足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如果说我心真诚，真诚到极处了，清净不去做，平等不去做、啊、自己总还以为比别人高、啊、还有迷惑，还有自私自利，你真诚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你没有感应呐、啊。我说这十个字每一个字圆圆满满的包含其余的九个字、啊、少一个你就不圆满了啊，那个至诚呢，那个至字你达不到啊，啊，至是圆满的，通通要具足这样的心行，自自然然就产生强烈的感，佛菩萨就有应了啊！所以至诚心是能感了啊，佛菩萨来加持啊，是能应。这个应有明有显，不管是明是显，总而言之，哎，你智慧开了啊，展开经卷，或是经文，或是古大德的注解，看不懂的忽然看懂了，感应呐、啊！啊，这李老师。教给我这个秘诀啊，我们是凡夫啊，不求感应怎么能成就啊，经不能不读，不能不听，为什么呢？熏习香的意思啊，你烦恼习气重还是去不掉，我们常讲香烧得太少了。
这个话你要听得懂，不是叫你天天烧很多香啊，这个香太太说你熏习不够啊。什么是香呢？经典是香啊。啊，听讲经是香啊。啊，这个是戒定真香啊。啊，戒定里头就有慧啊，戒定慧啊。这是无分法身相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啊。所以我们读经啊，或是研究讨论，或是讲解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戒定慧相的讯息，是无分法身相的讯息。这是烧香啊，不是叫你真的去烧那个、那个香，烧了没用处，烧的太多了。现在这个住的公寓房子很矮，熏得乌烟瘴气，那很不卫生呢。啊，所以你要晓得，佛法里面讲香熏八千，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是戒定慧三修。我说这些话啊，这常常听讲经的呢，意思应该能懂到了，能体会得到了啊。粗心大意的是很难明了啊啊。今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一切时一切处都被熏习 啊，这个熏习我们都被它影响啊。这个里面呢，一个是觉，一个不觉。觉是佛菩萨了，觉所有一切影响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好这我们常讲啊，这个世间九法界众生，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何以都是好人好事呢？你能转境界，你能够啊转染污为清净。转恶为善，转烦恼为菩提，转迷为悟，转生死为涅槃。你会转呐、啊？这个转是高度的艺术，是高度的智慧。经上讲，若能转境啊，则通如来。凡夫不会转呐、啊，在境界里头啊，生烦恼啊。这佛菩萨会转呐、啊，在一切境界里头长菩提呀、啊。像六祖慧能对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常生智慧转烦恼成菩提，他会转啊。我们举最前些明显的例子啊，让人生烦恼的，这人回报你啊，这个人嫉妒你啊，陷害你
你没有抱负，这是忍辱啊，这个是持戒波罗蜜啊。是什么戒呢？佛的教戒啊，佛教给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佛的教戒我受持了啊，能忍，心里面呢没有一丝毫嗔恚的念头，忍辱波罗蜜。你看你不就转过来了？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自己的大受用啊！那这些人一般人讲恶人呢，我呢，我心目当中他是恩人，没有他们这种心行来对我。我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修行的成就啊？就好像平常我们在读书啊，这人来考我的呀，来考试的呀，这一考试呢及格了多欢喜啊！啊，他出的题目很难了，越是难题，哎呀，我答的很轻松很愉快，越欢喜啊，我没有被考倒啊，我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的。你说哪个不是恩人？啊，所以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到我们自己成佛了，这些恩人还在六道。还在九法界，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啊，过去他成就我，帮助我，当然，道家慈航啊，普度众生呐，我得要到六道，到三途，到九法界去，帮助他们。这报恩嘛，知恩报恩呐！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尤其学大乘，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啊，要肯定佛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世界，一切世界没有恶人没有恶事，首先要肯定这个大前提啊，恶人恶事啊来对我的，通通都是佛菩萨实现。应作如是观呐，啊，菩萨实现的，如来实现的，来教我的，来成就我的，啊，事先顺境，事先善缘，也是靠我的。看看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有没有贪心。啊，能不能放下贪念？啊，事先的是逆境恶缘，也是来考验我的，看看我能不能放下嗔恚。你要懂得这个修行的方法，
尽虚空遍法界，遍地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菩萨。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善财就是这么修的，善财就是这样一生证得无上菩提。那我们凡夫何以不能成就呢？凡夫不肯接受也就是不肯接受考试，把来考我们这些老师都当作恶人，都当作冤家债主，不能成就成就的人是把这些所有考试我们的人的时候当作好老师恩人我在这个里头锻炼成就了越来越看破，越来越放下，得大自在首先得的好处这修学好处理，这我常常讲的相貌改了不容易衰老不老不病健康长寿发喜充满功夫再稍稍提升一层呢，生死自在知道生从哪里来，死了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你说多快乐呢这个叫觉而不迷呀所以说我学佛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一般人都想但是一般人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不肯照做，就这么个原因谁肯依教奉行谁就得到我们对于得到的人不要羡慕知道他肯干我们没有得到我们不肯干呢我们得到的不圆满呢我们干的不圆满总是有缺陷所以智慧不能现前德能不能现前相好不能现前这三种东西是真正显脱是真实的功德利益不仅是自度实际上是度他为什么呢？我们这样做了，人家看到，对于佛法生起信心生起向往生起羡慕他自然就来学所以前几年我们在香港讲这个四十华严大义我们的总题目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啊。你想想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啊？我们学佛的人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做表率 我的起心动念，我的言语造作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模范啊？功夫在这个地方做，如果不足以为社会大众做好榜样的，这个念头不能起，这个话不能说，这事不能做啊！这些话我在讲席里头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几个人能听懂呢？真懂了呢？真懂，他一定照做。佛法教学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啊，修因正果啊，对于因果的理事深信不疑，是佛法修学的基础啊。我早年学经教啊，加入李炳南老居士办的经学班啊，那都是在家居士啊。我那个时候没出家了，也是当居士啊，啊，很年轻啊，啊，大家都有工作。有些人经商做买卖啊，要到店里面去看店啊，有些人做公务员啊，要上班。我们跟李老师学讲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啊，三个小时我们在台中听李老师讲经一次，一个星期一次啊，教我们讲经一次啊，还教我们古文啊，因为古文是修学经教的基础啊，经典都是文言文啊，你文字有障碍那你就困难了啊！古文用的教材是《古文观止》啊，这一部《古文观止》通通讲完啊，10年了，每一个星期一堂课，10年如一日。《古文观止》300多篇呢，啊，常常劝导我们啊，因为学讲经嘛，讲经一定要结法缘啊，法缘怎么结呢？你讲经喜欢很多人来听，对不对啊？别人讲经你要不要去听呢？你要不去听，想叫别人听你的，哪有这个道理啊？
这个与因果相悖也。所以劝你结法缘，法缘是什么呢？听经。听经结三个缘，第一个跟讲经的法师结了缘，第二个跟道场结缘，第三个跟道场所有听众结缘，法缘才殊胜呐！你看看佛门里头常说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千佛为什么来拥护呢？因为你过去跟他结的有缘。我们同学讲经，我们都要去听呐。同一个班上啊，无论是男众女众啊，年岁大的年轻的，只要他上台讲经啊，我们都在下面听呐。不但听啊，还写笔记。我学成之后，以后在台北了讲经讲了不少年。我有个宿家的老师，也是学佛学得非常好。周邦道老居士。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他是我的校长。国立第三中学，他是校长。到台湾来又遇到了。我每一次讲经他都坐在前面听，而且还很认真地写笔记。他学的比我多不比我少啊。为什么呢？做影响众。爱护学生，成就学生呐！让人家别人一看，哎呀，这个坐众里头啊，有周老居士，这个人道德文章佛学，在台湾都是受人尊敬、受人敬仰的。看到他在那里坐听经，他还写笔记。大概这个人讲经一定讲得不错啊。坚定了听众的信心。这个叫影响众。同时在这里看到他的德行。谦虚啊。一丝毫傲慢都没有。真正在那里表演呢，做榜样，做模范呢。遵守讲堂里面的秩序，跟这个一般听众亲切的招呼。感动很多初学，所以他在听经也是来弘法。他到这个地方来，这影响众，成就讲经的法师，成就道场，成就一切听众。这是真正的庄严国土啊！
这是佛家讲啊，《回向偈》子里面说，庄严佛国土。啊，他是这么修法的。我们初学也不懂这个道理，老师常常教啊。所以我在一般状况之下啊，这个地区没有人讲经，我发心出来讲。这个地方有人讲经，我一定把自己讲经停下来，我去听别人讲的啊，因为我是长期讲经啊，别的法师大德不是长期的，偶尔的啊，我去听讲给他鼓励啊，劝导他了，要发心出来讲经，讲经的人太少了。无论在哪个地方，这都是老师教导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学习啊，一切为佛法，一切为众生啊，不为自己啊，这个样子如理如法啊，除非自己确实抽不出时间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可以。如果有时间啊，你要不能这样做法，菩萨戒是犯戒啊，菩萨戒的理由啊。好，现在时间到了。